这里是 Home Depot 的日本枫树，两加仑34.98块。今年已经做过2期视频，关于这些日本枫树，今天再做一期哈，和喜欢收集的人，刚刚开始收集的人分享一下。你看，在我这么招呼哈，做了这么多视频，非常激动，做视频的时候我自己激动，自娱自乐，我自己激动，买的人并不多，看见没？还有这么多可以选择啊！主要是我又看到两个品种，我认识两品种，其中一个有，我看一眼啊。收集日本枫树就是见到自己没有的就要拿，就喜欢，看见了吗？它的叶子中间的梗叶脉非常深，颜色深，纹理很清楚。这就是著名的，我猜啊，它没有名字，没有标签，是 Purple Ghost，是 Ghost 系列。Ghost 系列就是它。叶的纹路非常清晰，有绿色的，有黄色的，这个是红色的，它叫 Purple Ghost。当然了，也有不同的品种，不是 Purple Ghost，它也是纹路很清晰，所以只是一个推测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它叶子新叶子长出来以后，就我们就是欣赏这新叶子，对吧？你看见没有？颜色不均匀，看出来了吗？可能不熟悉的人觉得，哎，这是不是有病啊？是变异，是一种变异。名字啊，我记不清楚了。我以前见过它的名字，但是我没有，很有可能会爆一盘。它长成了以后，叶子也是花的。看了一下，还有很多哈，这个品种叶子长成了以后非常明显。我估计啊，这里还有很多。还有很多没有发芽的，发芽以后说不定又有新品种，又有让我动心的。看一下这个大众品种，就是 Emperor One，它底下有牌子的，叶子是纯色，看见没？也看不见它的纹路。看见这个了，有牌子啊，叫 Fire Glow。哎呀，好了，就和喜欢日风的朋友们分享这么多。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次见。